你家亲戚不在了，挂零就挂20就行了吧？什么才挂20啊？浪费那钱干什么？还不如拿来给我们夹娃娃。我家亲戚跟我家那么亲，是不是啊？才挂20，你现在还有谁挂零挂20的？人都不在了，又不是给他花，是不是你啊？挂零再怎么挂，人家现在都是100几步了，你还挂20，真搞笑啊你！人不在了，没必要挂那么多。人不在，那在不在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是吧？你挂了，后人是可以看到的呀。你挂多少是吧？都完全可以看得到的。你挂20，你不觉得丢脸？我都觉得丢脸了。丢啥脸呐？你看现在挣钱那么不容易，是不是啊？那钱拿来给小孩买点糖吃不好吗？啊，拿去给他夹这些娃娃不好吗？哎，你就知道这夹这些娃娃啊？拿去给我打打麻将人啊，我还活可着嘛？以赚到钱是吧？人活着嘛？就是跟这些亲戚朋友们要来往的，要礼尚往来的，是吧？你给人家挂100，后面你有事情，人家也会来你家挂钱的呀，真的是。不要浪费钱了，就挂20就行了。这有啥浪费的啊？到时候我们家有啥事，人家还不是也来挂？你想要跟人家好，人家活的时候就应该给点钱也行啊，是吧？买点东西去也行啊，人死了才要挂100100的。那这个是传统啊，是吧？是文化呀。可以改的你给嘛。改，就你先改啊，是不是啊？现在人家都不让办什么酒席你了，你特听。别的狠，人家不让办酒席，但是这个是啊，人去世了，知道吧？人不在了，这是丧事啊，这是得办了，是吧？这个又没有人说不给办，办了是要给钱，要给到位的。那就是要收钱嘛，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什么叫啦，收钱呢？我们家也没有什么事，对吧？你去人家啊，亲戚，我家亲戚走了是吧？我们也怀念啊，人家要送上山了，要送去山上了是吧？我们也得去看一看吧，看最后一眼吧，去看最看。后一眼你也得吃饭吧，吃饭难道你就免费去吃人家的啊？不是亲戚吗？吃顿饭怎么啦？那很多人呢，是吧？谁都去免费吃，谁遭得住啊？说人家送钱的原因就是让主人家不亏钱，还想赚钱呢？这是丧事。而且这是礼尚往来，我们家也没什么事，你看啊，就知道送钱送钱，没送什出么去就没事，收回来过。你知道你家没什么事啊？你家早晚都没事吗？永远没事吗？永远没事，我真家，的是啊，大你。不了以后再少送一点呗。我少送一点，哎，我们家，你能做得到少送，人家做不到少送，那他爱送就送呗，爱是送就吧？送呗。我说你这人真是，我们真的有事啊，人家的单都丢了，谁还记得你送多少啊？所以呢，有钱还是拿来给我们花。花在我们身上就行了，不要浪费钱。人家礼尚往来是有本子的啊。到时候人家还回来的，这人真的是，就100块钱你都要省，你挂二服十了。还剩80啊？80的话，我可以去夹一天的娃娃，可以买几斤肉来吃一天呢。天的就知道夹娃娃，夹娃娃，你别跟我说夹娃娃啊！说到这事我就来气，做我不别想的跟你也说了。行啊。80啊，还剩80，可以买几斤肉来给小孩吃别啊？人都在那里挂100，就你去那里挂20，是不是啊？真丢脸，这种人。有啥丢脸呢？